感觉，球队对于他这些球员的这种个人的功能性，他捏的还不是很好。对，队伍整体的进步，说实话这些年不大。嗯，球队本赛季赢了两场球，一场呢是在主场132-131战胜了广州，一场是在客场136-121战胜了吉林北京农商银行。嗯，漂亮，哦，淘汰下来的队员啊，外线于良啊，要一个三分。也就说明北控的防守有多松，身体接触是有的，但是力量感是不强的。是，哇、哦，就是啊，金马，哎，你看多啊，董汉人自己没摆进，嗯，哎呦，真快，张帆，张帆是原来佛山队的后卫，蔡亮来防对面的皮尔杰克逊，还是扔，哎呦。其实蔡亮这个防的不错的，嗯，是在手的控制范围内的。哎呦，漂亮！假动作做得很真。哦，高质量的掩护。北控这一队防不了掩护。对，他不挤啊。也是看天啊，看心情。他的弱侧防守几乎是没有的。几乎没有。也不怎么防。嗯。短暂的打过短工，在独行侠队打了8场比赛，在。这个费内巴切都打过，斯克拉这下呢，想要张兆旭背身要球，张兆旭没有要这个球，喂，对方这防守真是，再来，外线，哎哎，我这一下，喂呦，这是四大叔害吉姆，虽然对方是犯规啊，这个动作不是害人吗？给了一个这个拼刺刀的球。不是拼一个，拼了两三个了、是，再看一下，再看，哎呦，往人堆里头传，真是。吉姆要这个球呢，脸就得暴露在对方的手面前啊！是，你先包一扔，我就跑了。哎呦，上海队要叫停吗？叫停了，李导叫停了。感觉是从小在体工队里头那个跑步的时候，在跑到远的地方就在里圈跑了。哎，就那个投铁饼的地方呢，是直线穿过去了。哎，也不敢多。嗯，往里切个2-3米是有的。金马，听不清，听不清，好像就没人会。是，好球。再看一下斯克拉今天打对方这个反跑，对方因为这个防守强度上不来，弱侧的队员的注意力不够。上海队尽量在上半场的时候把这个差距缩小一些。嗯，哎呦啊，运气好，运气好啊！颠儿进这个矛盾，这0.3加一块变成一的、啊，还有这个吹法的。有蔡亮连续被吹犯规，这次顶膝盖。对，只能说0.3+0.3+0.4啊，刚好是个一。是啊。贝勒大学也打过。没要掩护，嗯，哇哇哟，有了，他的小外援16投13中，哇哟，天哪，哎呦难呐，好的，金马，哇，皮尔杰克逊，全都扑，哎呦，这么远投啊，摁不住啊啊，因为这个队他有这三分球的实力在。又一个救命啊！20分了，这个麻烦了，这个就麻烦了。看一下斯克拉，弗雷戴特啊，这个球角度太差了，好球，还是让斯克拉把球给打中。因为从第二节来看，上海的自身得分还是不错的，是好球。这个对于上海队来说，这比赛呢始终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比分差距上。这个球队上半场表现的速度叫上分快，嗯，如果一旦把它卡住的话，这个球队失分也是快的。哇，三分球，更张兆旭这个绝对高度在，你就要必须挨对方兰多夫这个砸啊。兰多夫这个赛季平均每场也就23分，今天2节多一点点就可以打卡了。哎，吉莫少说两句。哎，哎呦，好球，
是因为这个防守太松了，就是两手脚下都不动了，把刚刚自己放下了。芝麻，十二分球，直接发到外线，芝麻。再要，手地球，好球。啊，聪明，聪明。这种动作，小董真该学学。是，我们的国内球员都应该学啊。皮尔杰克逊，哎呦，这没招，这没招，罗斯完全没有失位，不得了。啊，对，是不是考虑呢？想办法打他的犯规啊！好球，吉姆，飙分了。啊，吉姆说这个项目我擅长，哎，脚步跟得上。吉姆。推反击自己来，好球，打破十分了啊，这是好消息。嗯，行吧，看看今天他的个人进攻。今天吉姆弗雷戴特得到22分。5个助攻，2个篮板球。哇！皮尔杰克逊，杰克逊这个赛季三分球命中率49%，每场要投13.8个。有的时候防守球员呢，可能我宁可不给你三分，我就错也错死你，就是不。哎呦！哎，又吹了。给了助理教练吗？哦，给了。又吹了。体能师。体能教练，再加上主教练，哇，这下拉球太厉害了，是准，今天他是准，确实准，就是对方，哎呦，又吹罗旭东一个，这个真没必要，就是连续被对方合同之后呢，可能是不爽。哦，皮尔杰克逊，你老想像在主场打吉林那样，最后一节追十几分，这不太现实。小杰克速度确实快，三分应该暂停了吧？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是，斯拉再给反跑。险啊，这球！对，这球真的是其实不错的。强度上就是他这个进攻打开，把防守注意力带上来了，情绪带上来了。今天是今天那么给力，哎！嚯嚯，什么都来了。行吧，要把速度打出来，要三分，追身三分。哎、啊，这是他的感觉。芦苇在无球粘杰克逊，嗯，好球，好球，到十分，把这拿球，对了，得攻了，别再等了，没时间了，三秒，提前犯规啊，给吉莫一个2分，兰诺夫是 OK 的啊，上海队要保证有一个高度在上面，吉莫，嚯、哦，许梦君，啊，嗯，要到哨了，肯定会给，没错。吉姆，可能让他自己打2分啊，不给3分，问题就不大。哎，好的，吉姆，连贯动作、哦、有算连贯动作有了、啊、有了。八分那个刚才八分那个时候是被裁判打断了一下、嗯、啊，那不是说必须是这个原因，但至少是那个点是出现这个事儿，是一个明显的误判啊。中锋张兆旭出来，哎，金马横向跳步，漂亮，哇，一下到了3分了，只剩3分了，嗯，啊，这一节上来一下子是把分差缩小了8分，来，王哲，北京农商银行终于得分了，嗯，不可能是吧？是，这总有一个一口击过对方，那个水平也太差了，对。哦，那这个时候得顶住，6分又到6分了，又到6分，不能再扩大。是，对方还是用张帆来防金马，金马基本上一下摆脱能过啊。嗯。
金马就是不给投，出这下呢不至于造成大的结构性损伤啊，要失误你看不给三分，对张少旭坚决往外扑，这都没事，哎，不可能不让对方得分的，是这之前这个动作，你看王征回来还是把球还出来，金马犯规了，就是打你这犯规啊，刚才本节犯规呢北京队已经满了，用芦苇防的芦苇的身体现在不如原来了，但是呢他的经验没问题，张兆旭这个掩护超远三分，哇哦再次追到一分，张兆旭运球这一下掩护呢和金本是有默契的，哇、啊、已经干了15分了啊，迅速得分来到50分啊，对面三分球还有，张兆旭要小心你的掩护动作，哇哦飙分了，108-109，这个是半场刚过，哇，什么都来，金毛已经53分了，喂、啊，让、哎、对方用这样的办法呢，打了一个2+1，刚才那三分怎么进啊？太远了，是，连续两个三分，一个比一个投的远。还有掩护，金马感觉还要自己来。刚才那个就是那个超远三分，是过了中场就扔。嗯，练三分有多远？应该也不会吧？正常投篮也不会去练那种三分的。就是金马的哥哥啊、在采访的时候说过，金马投中第一个三分球4岁。4岁，哇哦！但是但我觉得他这个呢有演绎的成分在里头。哇哦！对面这三分球也吓人。嗯。也很准，哎呦，还有，连续4个回合打三分成功，这样的话呢，分差重新拉到9分。吉姆尔，喂，三分球犯规哦，差不多8分，差不多8分，嗯，基于联赛官方的系统，这个统计系统呢，它有一点点的滞后性啊。抢到进攻篮板，这个太难了吧，刘伟。好球，好，那只差2分了、啊、真的只差2分了，刚才我们前方的记者也发了消息过来，还差2分，嗯，哎呦，这么焦灼的比赛，嗯，大家的注意力现在都不在这10000分上，对啊，行吧，好难好难好难，金门的限制呢也是没有太多效果，但罗汉琛这犯规啊，有这种能跑马拉松的这种觉悟、啊、哎，这一下差一点，两边的犯规现在都满了，卡了蛮严的，对了，王彤要上要上，哎呦小罗，哎呦，就是这感觉，自己不用怕他突，哎，阻挡犯规，这个明显阻挡，是因为你不吹这个哨子，你就要吹金门走步了，金门63分，金门还是要自己来，喂，哇，还以为他要传给罗汉琛呢，要了一个2分、啊、这是一个原来国青队的一个内线的人，还扔，天哪，没通过，今天这比赛，你知道我们话说在这儿，随着比赛的进行，他这么打，他的体能上面我担心要出问题。对方现在是张帆，张帆控球，还是给他这个小外援，还扔啊！天哪！上海队对他的防守已经可以用前赴后继来形容了，别失误，再给金妹，篮下那边空了。好球，嗯，好球，弗雷戴特，对方也就这一个点，是说就是让他打2分真没事，就一定要卡那个三分球， CBA 的历史个人单节得分记录给破了，吉姆，再给蔡亮，
金马，这下抛射，哎呦，短了，还有进攻篮板，有了，有了，73分，打平了，134-134。嗯，对，好的，防得不错。加基还要扔三分，天哪，没了，没有中，没了，篮板球，好的，上海队的金马不着急了，主动权在我们手上。现在最后一次进攻，我们把表压下来，打中，今天就收官。李导要暂停，李导要暂停，李总要短暂停，但这次基本要求自己进攻。哇哦，哇哦，打进了！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有李导没看到李导说话，完全是背对的。球在基本的手上，李导在场上再做任何的手势，基本都可以。他不做暂停的动作，这个球就停不下来啊！哇哦，哇哦，这个球75分了。看一下这一球，哎，对方再给外线，还找杰克皮尔杰克逊，哟，要投，麻烦了！哎、天哪！哎呦，哦，今天他是疯了。这个确实是厉害，你这没辙，这确实没辙。我的天哪！皮尔杰克逊三球绝杀。这场比赛，双方的小外援打到最后时刻都完全爆炸了。哇，他最后这一集，感觉你没落空过。皮尔杰克逊，这一个三分球把比赛杀死了，而且呢，没有给上海队留任何的时间。如果这时候回过头来说呢？刚才打到134平的时候，这进攻呢，发起的时候可能留的时间稍微多了一点。哇哦，没辙，没辙。再看一下，小罗还是先不让他接球，然后呢，出来接球之后，哇哦，这一下变相过掉，王彤最后一步没扑出来。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。上海队已经夹击了，但是这个夹击被他用运球破掉了，你这个就没办法了。今天是可能是杰克逊的人生巅峰，只能这么说的。我们今天做的很好，这一句话是吧？反观，但是对方是打出这么高水平啊，一分也是没办法。